전쟁이 시작됐구나. 아, 근데 너무 뻔해요. 그냥 제가 이기려고 나온 거예요. 韩国料理实境节目《黑白大主厨》邀请80名白长裙明星主厨对决，争夺料理界的最高荣誉。当中一名中式料理主厨一登场，更是抢手。哇哦！ 大火快炒，全神贯注，料理过前仿佛一场精彩的表演，让人不禁赞叹。被誉为中华料理四大名厨的吕静莱，在韩国料理界拥有崇高地位，拥有超高讨论度的他，过去受访片段也被翻出。你好。 我是韩国华侨吕静莱。一开口中流利中文自我介绍，带点亲切的台湾腔，节目中他也秀出韩国的永久居留证、国际上头，竟写着台湾。台韩会写身份，意外曝光，便网友分享曾收过本尊的繁体中文回复，确定他是货真价实的台湾英娜，没有错。Chef老师常常来台湾吗？差不多有2个月之前去过，因为我也是台湾的护照嘛。对对对对，我很非常荣幸。 就非常骄傲，身为台湾人。你真的是台湾人吗？我是台湾人，那好像是我的中文比较厉害的感觉。你厉害。拥有10年厨师资历的他，目前在韩国经营一间中式餐厅。随着人气水涨船高，餐厅定位也供不应求，许多名人网红也都争相到访，想亲自品尝，打出手艺，恐怕还要再耐心等等。明新闻，找不到。안녕하세요。